吃饭了啊，今天吃条鱼，麻辣鱼啊，小南瓜，什么不干，太香了。吃饭啦，今天吃个土鸡。这秋大酱。老干。小鸡腿还准备的不少，
老板，上菜。来，姐妹们，今天吃个玉米糍吧，我妈妈吃，我妈最爱吃了啊。我妈最喜欢吃这个了。快去吧，快去，快去。我妈最喜欢吃这个糯米糍吧了，它里面会送一包红桃，一个黄豆粉啊。我妈不喜欢吃这个，她就这样子吃。我们再开始降，有点降温了，你看还拉丝。你别抢我！我好钱吗？好钱，还不好钱哇？我最喜欢吃这个糖米。Hello， 兄弟姐妹。你要放酱饼干？其实我是没有我妈高的，然后我妈肩膀都比我高很多。慢慢吃，好吃，很脆啊。我去，我妈说好吃，香香香，很香啊。她最爱吃这个了。我小宝很喜欢他外婆。小宝，我不会看出来。你喜不喜欢你外婆？啊，喜欢外婆。喜欢外婆，你还要不要爸爸？我问你多吃，你已经吃了两个了。我不要。说的你越胖了，知道吗？我还要，我都不用吃饭了。对呀、啊，外婆盯到钉头上那些碎碎。好，好，拜拜，月月拜拜。拜拜，叔叔阿姨们。小宝又吃上了啊，吃了两个了，又开始吃了。他吃这个是白的。好吃、啊，你们成功了。我牙齿小，这真的好吃啊，很好吃。他已经吃了两个了，刚刚他外婆录视频吃的时候不让他吃，刚刚他又开始要吃了。这个好吃的越来越胖了，看到没有？见没有？你吃饭了吗？饭了。